好了，那我们来接受访问了，可以吗？我还问一下，就是今天为了今天的那个准备，有没有昨天跟 Sandy 晚上有聊天还是聚餐？昨天晚上我们是住在一起的。对啊，我们昨天是住在这里，然后四个人跟 Sandy 一间，对，就一起睡觉。那他心情怎么样？他很开心，很兴奋，然后也很紧张，没错。那你们有特别做什么，就是准备什么贴心的礼物要送他，还是准备特别的礼物？我们就是特别陪他睡一晚。有啊有 ，Juna 有陪他泡澡。对，他昨天他们两个一起泡在你们。没有啦，没有，我们就只是放松而已，对，一起放松，然后聊天这样子。对，然后特别礼物的时候，其实之前单身派对的时候，我们就有精心制作一本，就是每个人的，就我们跟他合照的这个大头照，然后配每个人的想要对他说的话。那这些之前我们都先给他这样子。对，那好姐妹的代驾女儿心有特别跟你们说吗？陪他说一次，就是 Sandy 的代驾女儿心有特别跟你们聊吗？代驾女儿心，他很期待婚礼，然后也很期待，很兴奋，很高兴可以自己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这样子。那有跟你们透露生子计划吗？好像没有诶，应该就顺其自然。对，但他好像目前没有，今年还没有，他说今年不会这样子。那想问他昨天有紧张到睡不好还是怎么样吗？应该是我们四个都很兴奋，都要紧张，睡不着。你们为什么要紧张？我们的好朋友要出场。对，而且今天阵仗其实蛮大的，对，所以大家都有点期待又兴奋的心情，很激动啊，而且很替他开心，因为这一刻我们也等了很久。对，所以身体睡得很好就对了。他好像，因为我跟小红跟 Sandy 是睡在同一张床，但我好像没有感受到他有动。你有感觉吗？因为燕如就从头睡到尾都没有动，所以他根本也不会感觉到 Sandy 有在动。但是我觉得 Sandy 应该就是睡睡醒醒。对啊，应该说早上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蛮有精神的，然后那时候我们还特别录了一段影片，就是每个哇，他今天要出嫁了这样子，然后他自己也拿手机录的每个人，就是对他说的，就是今天他要嫁的话这样子。对，所以你们昨天聊天聊到几点睡觉？没有没有，我们没有，我其实蛮早就睡，我不到十二点我就先躺下，对，为了今天要漂亮一点。他也是要睡美容觉啦，所以他也是蛮早入睡的这样子。对，我们差不多了，好不好？我们换干了哦。谢谢谢谢。谢谢左边，好，左边。
站在中间，然后左边，把右边站右边。好，花大哥，那我们做好了，谢谢喽。哎，可以聊一下新郎昨天的心，哎，今天心情怎么样吗？他看起来很兴奋啊，从昨天晚上就很开心，但是又很紧张的感觉。嗯，新郎有跟你们说什么吗？他就说他等这一天真的等了非常久，所以他很期待。那四位是新郎的好，就是同学吗？有些是同学，有些是教会的朋友。哦，对，对，那你们知道新郎要娶 Sandy 的时候，你们的反应是什么？就是他们在一起一段时间了，对啊，他们感到很开心的，对啊，很开心。那可以聊一下新郎的优点。优点帅，帅气。做事很负责，很认真，很用心，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你请他帮忙做什么事他都愿意帮的人。对，当然是我是没有跟他借钱的，大家不要跟他借钱。我觉得他是一个心思很细腻的人，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所以都常常能够去接到 Sandy 的感受， Sandy 的压力，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贴心的男生。所以他婚后会是一个好老公吗？疼老婆的好老公？会了，我们都相信他会是一个很疼老婆的老公。对啊，他也很照顾身边的朋友。对啊，所以这次婚礼大家也都就是尽全力的来帮忙这样子。那你们有看过他对 Sandy 做过什么让你们印象深刻的事？无微不至的照顾，就是他很在乎 Sandy 的感受，然后很贴心这样子。我就是因为我跟他一起工作，然后假设 Sandy 有任何的状况或什么的，他即使有一些很忙的情况，但是他还是会尽量的能够去赶到现场去帮助 Sandy， 去陪伴他，或者是去陪他说说话，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在很多男生来讲，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OK 了吗？谢谢。对。好，换下一位嘉宾哈。浩哥，hey， 今天包了多少红包？我就知道你们问这个吉祥的数字啊，吉祥的数字，对，就五位数了，五位数，对，因为其实跟咪咪跟 Sandy 也蛮久了，然后之前也常常偶尔会来家里用餐吃饭这样，然后聊天啦，对，然后当时小女儿刚出生的时候 ，Sandy 就抱了我们的小女儿。然后那时候，因为小女儿就这样抱着这样，然后我说，哎，身体你看起来抱起来好像还蛮顺手的这样，就没想到几年后就轮她了。那希望我们可爱的这个小公主能够百年好合，然后早生贵子，幸福美满，对，王子跟公主的婚礼啊，这样，谢谢。咪咪，那问一下，你有跟身体说要怎么样预夫吗？日夫啊，其实如果他会问我这种问题，他应该是不会问我这个问题，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在日夫。对啊，就是我想他应该就是，对，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傻装傻，装萌，然后什么事情就不要过问，信任对方。我相信他这一块应该就是处理得很好。就像上次之前来家里借那个烤肉用具的时候，我就发觉 Sandy 就一直跟我们聊天，就站着在那边一直跟我们聊天，聊了快一个小时吧。然后快默默的发现后前方有一个人正在车上等，就默默等了一个多小时，然后都没有讲话也没有出来，就坐在车上。后来发现应该是我们的这个男主角，就表示说实话两个小两口的这个感情啊跟这个恩爱程度一定都非常好，男方都会很贴心的照顾女方，不要打扰女方，女方也是很自在的在像小两口这样一起去做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应该就是互相相爱，不需要到御夫吧，因为两个就是浑然天成嘛。对，那寇哥，你们有传授一下就是生子的技巧给 Sandy 吗？要看 Cindy 他要多久吧。他每次有问到他的时候，录影有问到他的时候，他都说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先不要。对啊，搞不好啊，就有这种事情，就是有叫他要去国外了，所以可能到了国外的时候，应该会心情比较放松，就有机会。但一切都随他们小两口，顺其自然，对啊。谢谢。钟哥，你之前有说那个红包会包很大包啊，那今天包多少？我就是包36000，嘿，包出我这辈子最大的一包了。对，我这辈子小马结婚、课班结婚，我也没包那么多了。对，那毕竟这个 Sandy 是宪哥的上明珠嘛，宪哥又是我的师父，当然我觉得就是包出我人生最大的一包了。对。昨天晚上为了这包好像睡不好，也还好。对。对，所以你为了这一包有猛接通告？为了这一包啊，他哥接了5个通告才可以拿得出这一包。没有啦，其实这个钱我觉得还好，我觉得心意最重要啦，能够来参加，而且 Sandy 也是从小看他长到大的，所以我觉得线上祝福是一定要的啦。对啊，很开心啦。那钟哥，以后 Sandy 有没有机会包回来换你结婚的时候？今天我就是要帮钟哥来见习一下啊，希望下一套就是你。哇，谢谢，因为老师一向这个以算不准来出名的，准啊！哦，对，也希望老师的金口啊！这个因为我常常参加婚宴啊，我都会坐在底下，我都会想说，不是什么时候上菜。所以钟哥此生还有机会吗？我帮钟哥有推论过，也跟他建议过，也跟他爸爸有个共识。其实大家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希望他遇到好女孩先生小孩，然后再试婚一下，看要不要结婚。大家不要给他太多的压力，这样子。老师就跟我说，现在只要有对象，先不要管什么，先上再说。怀孕了就结婚了，哎，这个年纪如果有办法，我们这个年纪够大会啊，能够让人家怀孕的话，那就赶快就娶了吧，就那么简单。而且钟哥也验过他的精子数目，哇，成千上亿在逃的。对，我的睾固酮呢是仅次于宪哥的。那老师可以看的，就是可以算一下，跟你大概什么时候会当妈妈吗？哎呦，我认为2022宪哥的两个女儿如果不避孕的话，其中有一个一定会怀孕。2023，宪哥要当外公了，如果这次再算不准的话，我就再躲一阵子。
谢谢。哎，老师问一下，所以是哪一个会先怀孕吗？因为是宪哥的命盘子女宫在二零，子女宫不是子宫哦，子女宫不是宪哥没有子宫哦，他的命盘的子女宫在2022都有带有一个，就是一个好的征兆，好的讯息，就是有一个有五子登科的一个机会，所以你叫我算哪一个，我还真的没办法算那么仔细，但是2023宪哥当外公是确定的了 ，OK。很明显，那么早老师还没睡醒了。谢谢。那个吗？就是大家今天很忙，辛苦了。再次恭喜，所以今天有传授 Sandy 那个新手人妻的一些心法吗？其实，因为我们两个的结婚的日期很接近，所以其实那天1月16号那天，他就是我们其实新娘当天真的非常忙，所以我们好不容易有碰到，大概聊了一分钟，然后他就跟我开玩笑说，就是他其实也有跟大家讲，就是我的婚礼他是来彩排的，所以基本上其实我觉得今天他完全不需要任何人的传授，因为我的确觉得 Sandy 他今天整个就是，我觉得他一定是，这就是他梦想中婚礼婚宴的样子，然后我自己参加的时候我都觉得好感动好感动这样子。那今天老公有来吗？今天老公隐藏在人群当中，对，他有来，他有来，不可能我一个人来吧，就是马上感情出，没有啦，有来啦，有来啦。对，佩慈现在升格人妻，是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一切都很好，然后就觉得虽然有点恶心，但真的觉得人生的幸福指数到达了一个跟我身高一样高的程度。对对对，所以是哪一方面恶心？什么东西？哪一方面恶心？恶心就是觉得我自己的，我因为我很少，我不是一个浪漫的人，我讲自己的内心，就是感情这块，我通常不会用，就是我也很怕把话说得太满，因为哪一对情侣，哪一对夫妻没有需要磨合的地方，但是的确真的感觉到大家所谓的新婚的那种幸福感，的确就是最近的生活就是幸福两个字，对。那有准备要生小宝宝？哇，大家真的很喜欢下一题，又接着提问哎！我倒同意跟大家说，还有我身边很多亲朋好友直接这样问，就是那种20-30年没有联络的朋友也会问说恭喜你结婚，然后下一题就是问什么时候要生小孩。我今年不会生小孩哦，明年会不会我不知道，但今年先过两人世界，所以非常谢谢大家。我也希望自己就是今年也顺便把。接下来的工作计划好好的完成，然后顺便养身体，对，但今年应该也是会发片，会蛮忙的，所以我自己也很希望就是工作告一段落的时候准备好了再对进行下一阶段这样。好，谢谢，谢谢大家，辛苦了，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先稍微休息一下哦。拍照，看中间。左边。然后看右边。到了。有钱吗？有钱吗？然后看左边。左边。然后右边看一下。然后中间再看，中间再看。
中间要不要？中间还要不要？好，谢谢喽。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小黎。小黎，问一下，就是今天来给 Sandy 什么样的祝福？哇，因为我最近都是疯狂的在荒山野岭拍戏，然后听到 Sandy 要结婚了，我今天是等一下就要赶回山上拍戏。但是因为 Sandy 从以前他就一直很希望我可以赶快跟他一样找到一个灵魂的归属，对，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来是想要沾染他的幸福气息，然后加上其实小的时候就跟宪哥一起拍戏，所以其实感觉好像跟 Sandy 是从小就已经认识的朋友，直到现在，所以现在是非常非常感动，希望能够有了幸福气息之后，也很快好消息可以跟大家分享。现在是感情生活是就是目前是还是小孤独处，但是因为每一次遇到 Sandy 或是遇到宪哥，他们都很积极的在帮我物色对象，宪哥甚至还帮我算命，就是说我大概哪一年会有真命天子什么的，所以有好消息的话，我应该第一个会想要分享的就是 Sandy 吧。宪哥算准吗？我之前是都会跟他讲某一些觉得还不错的对象，然后来问他，但是他都会讲得很血淋淋的一针见血，然后这段恋情就没有开始，所以应该是还没有遇到对的人吧。那宪哥会介绍小钟哥给你？哈，小钟哥，小钟哥，我真的觉得，小钟哥也是一个不错的大哥哥啦。对，但目前是没有这个打算。好，我们就这样，谢谢。好，谢谢。来，快点。我们先看中间的。婚前焦虑症吗？他一直都在我们录影的时候，大概一两个月都已经开始焦虑了。啊，这毕竟是人生大事嘛，我想不焦虑也很困难了。那他有跟你说焦虑的程度是到什么状况吗？焦虑的程度哦，可能是会每次录影的时候说，哦，怎么办？怎么办？哦，好紧张哦，或者说好多事情要准备，要筹备这样子，然后。所以因为今天是好日子嘛，其实也有几个好朋友就选在今天要结婚这样子，然后我也都看到他们忙进忙出的，包含排流程等等的，所以常常我们会开玩笑说结婚就是在整新郎新娘自己这样子，希望旁边的人都可以适时的给予协助啦，因为昨天我也是去给了一点点流程上面的一些帮助这样子，在自己的朋友那边，那我相信Sandy 这边应该有蛮多有才华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忙这样子。那亚伦有看过 Sandy 的老公吗？还没，今天会是第一次，因为是第一次，蛮期待的。那你之前有听他提过老公吗？提过，我也是从新闻上面得知的，所以我跟大家所知程度应该是差不多的。那有没有什么话要祝福这对新人？什么话？当然是百年好合啦，对，希望就是可以永浴爱河，蛮重要的，因为经营婚姻也是一个非常需要用心的一个课题，这样子，希望他们今天都可以得到所有人的祝福。那
那你今天的造型非常特别，是比照参加三金典礼的感觉啊？没有没有，因为我找不到内搭的，然后说西装真的偏少，然后 一拿起来一搭，完蛋了。然后我最近又刚搬家，所以真的找不到内搭的衣服。我真的不是故意要穿这么露的，对不对？拍谁拍谁？所以你里面是？哎，肉色的怎么样？有看到啊，在有没有暖暖包啊？暖不用，今天还好吧？今天算温暖的，对。好。好啊，好啊，好啊！希望今天大家也都可以玩得开心，谢谢。可以表达我的心意啦，因为我当时结婚的时候，宪哥那个时候状况还不是很好，因为有一个那个过程，在那个情况之下，革命情感呢，他还是硬是哦忍痛包了18万，但是我没办法依照他的规格哦等价来包回去啦，不过还是很能够相当表现出我们的心意就是了，金额就不透露了。怕讲出来会被他笑，因为他当时包给我那个手笔真的很大。所以今天这一包有比嫁二女儿的时候大包吗？应该差不多，差不多。五位数。个十百千万，哦，那当然的啦，一定是要的。哦。嗯，那现在还有人包四位数的吗？有这种人吗？那两包加起来有超过18万吗？也倒也不至于啦，倒也不至于，哇，那也蛮惊人的。那玉林哥结婚那么久，有没有什么婚姻过来人的建议要给 Sandy？ 就是一句话哈，男人呢在家里面称职的当好龟孙子，不要拿砖头砸自己的脚。所以呢，这个倒不是要给 Sandy， 而是要给 Sandy 的老公。家庭幸福真的不 people 啦，就是呢，男人呢多忍让，啊多尊重。什么事情呢？在外面呢，老婆给我面子；在家里面呢，我们当老公的就当龟孙子。好，这是我，这个婚姻呢，可以保鲜呢，已经超过十年了。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刚结婚了啊，大家都预测啊，我们会最快离婚。结果当时投票给我们说我们会最快离婚的，现在自己都离婚了，所以疾风知劲草，榜旦是忠臣，就是这个意思。谢谢林哥。OK， 谢谢 ，Thank you。没事哦。Oh my God.
matter to her. Oh, 我以为已经结束了，真的是吗？很冷场。那可以这样，这个音乐感觉上很有感觉，就是很浪漫的感觉。今天真的很开心来参加宪哥的女儿 Sandy 的婚礼。我家这边先祝福她永浴爱河，最重要是早生贵子。因为自己已经有两个小孩了，所以我觉得小朋友真的很棒，有小朋友真的很棒，我希望他们可以赶快早生贵子，让宪哥呢赶快抱孙子，好不好？ OK， 谢谢谢谢。这灯会一起来嘛，因为我们今天很开心来参加卡拉轰天雷的记者会。宪哥不是说没有货，为什么你现场还有？我们都买不到。对对，怎么你那边还有货？今天伴手礼是这个嘛？先伴手礼是这个吗？12月12号就10万组，连一组都没有。哎呀，我们抢不到。啊，那个2月总还会再到过，到8万组左右。到时候好吧，一定，只要是我们宪哥家族人，谢谢，好吧，你都优先购买。对，谢谢各位媒体来参加今天轰天雷的记者会，谢谢。他见面，好，祝福的话啦，对啊，因为那时候结婚的时候，宪哥也包了一个大红包，这一定要陪对的，各1、2、3、4、6位数以上，对，是六位数以上了，反正后面有6就好了啦，对。但是呢，这个 Sandy 跟王开嘛结婚啊，我觉得我们也算灯辉比我早嘛。灯辉结婚几年？我是2019年未婚怀孕，2010年然后补办这样。哇，你这么下流啊！没有啦，这么时尚啦，这么时尚。哎，那我们好像差不多哎，因为我们结婚6年的嘛，对不对？但祝他们没有结婚6年啦。没有那么早，但是我觉得祝他们一对新人呢，就是。结婚为什么要选这个好日子嘛？因为结完婚之后就没有好日子了。但是呢，没有啦，我是开玩笑，就是所有的事情呢，我觉得先道歉的人最勇敢。男生也要先道歉，然后多疼老婆。然后 Sandy 是我们演艺圈大家长，宪哥的千金，所以我们要直接宣告直接跟这个王先生讲啊，要特别注意啦，好不好？特别注意在外的言行哈，因为很多人都会帮忙监督着哈。那希望你带给 Sandy 幸福了，好不好？早生贵子，早生贵子，永浴爱河，百年好合。谢谢。那两对不好意思，那。不好意思，那两对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这结婚这么久，夫妻经营之道，下给 Sandy 吗？谢谢。谁先？你当然你先哦，经营之道呢，就是不要把彼此不要有秘密，尽量透明，有事情的当天解决，不要留到明天。王哥不会是我里面我最欣赏的，你看他参加婚礼，然后还带齐妈了，真的是，是齐齐啊，这是我太太哦，哇，这是老公了，生气，我已经生完10年没有再穿这样子。我为了 Sandy 好不好？对啊，我很真的，我十几年没有看他穿礼服出场过。对啊，对啊，很感动。我是觉得这一个家庭嘛，像刚刚灯辉讲的，
不可含怒到日落啦，因为圣经上面有这样讲，就是白天吵没关系，晚上好好的沟通一下。最主要呢，在家里面呢，永远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谁争赢了，那个人就输了。其实呢，家里面真的是讲爱的地方，不能讲道理啊。所以呢，祝福他们两位呢，都以爱为原则，不要忘了起初的爱。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回归到爱的本质里面去沟通，可能就会比较顺利一点，好不好？好，好，好，谢谢大家。哎，还有啊，琪琪，那今天这个礼服是临时去租的吗？还是没有？我挑很久，因为我身高不高，然后我要挑不能太长的，所以去爱的世界挑对吗？我本来是要挑童装，可是童装又很太华丽，又太夸张，我挑超久，挑了快三个礼拜吧，然后又怕他寄不到。谢谢大家啦！你们那个，对对对，还在合照，在合照，在合照，一起，我们太登对了。那我们先一起吗？我们先拍一起的啊。那我们要先走啊，对不对？没有。来，看中间，看中间。OK。开心。然后右边，右边。好，左边。左边。好，谢谢。谢谢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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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那里后面坐一下。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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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右边。右边。来左边。左边。左边。左边左边。然后再回中间。右边还需要吗？右边再一下。好，谢谢。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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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上我的。这边请，这边请，我们站这里坐。好多人，好多人。来，先看中间的。
今天是这个凯跟森蒂的婚礼，当然非常高兴。我右边这位是谁啊？这边卖什么东西啊？你烦不烦呢、啊？你烦不烦？你生意做得很好的，你又嫁了，因为我怕你们走过太远，所以我当中要补一点。你烦不烦呢、啊？你好，恭喜大家，恭喜森蒂啊，恭喜吴宗宪，不要唱了。是，今天你不是主角 ，OK？ 我是。来，伟忠哥，抱一下。伟伟忠哥，你那个前年嫁女儿嘛，那你有没有就是给宪哥一些就是当岳父的一些分享经验？很重要，就是今天女儿是主人，她就不要再唱歌，不要再闹了。好不好？很重要。我爸爸不好当了。这个宗宪一天到晚爱耍宝，我到后台就看他们好几次在节目里面，不知道哭了多少次。你看他笑得多尴尬，有这么尴尬过吗？今天大家尽量求他。不过他这个做爸爸来讲，其实他我们在一起多少年了？哦，快三十年了。三十年了。那森蒂在那边在加拿大求学的时候，他其实非常想。对，加拿大在那个加拿大边境，在西雅图求学的时候，他非常想念他。然后 ，Sandy 是真是非常非常好的孩子，这个很令人感动。这好女儿要嫁人了，一定有点故事。希望婚姻的一切都顺利，谢谢。谢谢各位，谢谢。我会带过来哦。我们先看中间。然后换右边。来中间，中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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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左边，左边。往右边再次。雨薇，不好意思，想问一下，今天男友有一些。
起过来见习婚礼吗？没有哎。为什么？哦，他最近在赶戏，他很忙，所以他就没有过来。他现在还在如火如荼吧，昨天还拍了23个小时的戏，所以非常的辛苦，就好好让他睡觉。那如果有要加速结婚进度吗？我目前还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两个其实工作都已经接到年终以后了，所以其实蛮忙的。嗯，好，谢谢，谢谢，谢谢。话想对宪哥说，从来没有参加一个婚礼这么紧张，因为 Sandy 的那个邀请卡规定很多，不可以全黑，不可以全白，不可以全红。你知道我准备这套衣服准备好，我还赶快请我的经纪人跟他经纪人确定这样可不可以。但是我对钟宪半年嫁两个女儿，我真的是替他很心痛。我是爸爸，我也心痛。那今天好像我在嫁女儿，我今天每一次起床就在看时间，哎，几点了？几点了？我会不会迟到？所以今天呢，相信有非常多的艺人都来到现场，也好像是我们艺人的尾牙。所以呢，也祝 Sandy 永浴爱河，祝爸爸吴宗宪的生意越来越好。谢谢大家，谢谢。拍照，拍照。
是旁观看他的制约。右边。哎，两个动作比夸张一点。左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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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看左边，左边。左边，左边。左边，左边。摇稳，摇稳。好，来。在中间，中间。中间需要吗？中间那个，中间在左边那个。好，对。好，谢谢，谢谢，谢谢。来，中间。来，再来，再来。好。
大家好，谢谢你们今天赶来我的婚礼，辛苦你们了。现在知道他有多不好驾驭了吧？这完全没有在我的脚本里面。对，但是他很期待，也很兴奋，所以就今天特别拿他的卡拉 OK 雷出来，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样。嗯，身体昨天睡得好吗？昨天睡得还不错哎，其实反而没有什么紧张的感觉，我觉得可能就是东西都已经 settle 好预备好了，然后我反而还蛮平静的，然后就跟伴娘们一起就是聊聊天啊，敷个面膜啊，然后还蛮轻松的，今天一整天也都没有紧张这样子。啊，我吗？不，你。哦，我啊，有有有，其实有犯累，对，然后就是一直在想说不要情绪太激动，然后希望可以好好的稳稳的，虽然是就是有微微的落泪这样子。然后爸爸的话应该算是硬住了，还 OK。 你可以分享一下，请问你当时的心情怎么样，嫁女儿的心情？这个刚好在几个月之内然后就嫁了两个女儿，所以前面有一点彩排了，后面就心情好一点。我养儿方知父母恩，听到女儿在叙述当中的点点滴滴啊，还是忍不住湿了眼眶。然后刚好这 Sandy 结婚的这一天呢，阿公阿嬷他们都没有办法来参加，在家里。阿公呢最近因为身体的一个问题，刚刚参加那个马拉松比赛，一个人跑40几公里，很辛苦。没有了，他现在在家里休息了。最近这个终究是高龄了啊，88、89岁，阿嬷也90岁了，也带上了很多的一个祝福，所以太开心了。你是我这一辈子看过最漂亮的新娘，这是真心话。对呀、啊，所以那个王阳开先生，我很满意这个女婿。基督徒，然后个性又非常的温和，可能跟我相处的时候是这样，然后打篮球毫不客气的，直接灌我的篮，哎，因为灌我的篮，只要站好就可以灌我的篮，不然他个子又高，然后性格很好，两个人之间呢、啊、点点滴滴，我一路参与到底。爸爸说过，生养交陪。女儿结婚就是爸爸在赔的部分了，赔钱的部分。哦不，陪伴的部分。你可以先进去就坐吗？我刚刚在里面看了这个直播，然后就是现场的刚刚有来了好多来宾，然后我都觉得非常的感谢，就是每一位来都在细细的数算当年。我说每一位来他们都在细细的数算当年他们结婚的时候宪哥包给他们多少，然后我想说哇怎么会这么客气这样子。其实主要是希望大家可以来这边玩得开心，那如果真的有祝福我们当然也是就是非常的感谢这样子。对对对，哦，这个我要稍微补充一下，因为其实原来他是非常低调的，那我们圈内几位大佬我要特别打电话，小燕姐、飞哥啊、瓜哥都是我们的长辈，但是呢因为疫情期间我们就不麻烦大家，因为还要来人家给你最大的祝福，你不能让他们置身于危险当中，所以我们这一次的防疫还是要做得特别好一点，除了这比较空旷的区块我们摘口罩，其他我们还是都要戴好，好不好？然后也谢谢得到这么多人的一个祝福，刚刚那个艾尔利集团的那个执行长，我哇靠，那一包我刚特别算了一下，是啊，不要再说了，实在是很棒啊，谢谢。那一包应该是要给我的，没关系，我们礼金组全部都是我的暗装，你可以放轻松。有没有要
有，刚刚在里面有那个谢清恩已经先完成了，那当然就是我有讲到，就是其实我因为他的关系，我从出生就不是一个一般的人，所以就是因为他，我的人生变得很特别。然后我很感谢他，让我的成长的路程当中呢，有很多不同的跟大家不一样的，然后甚至比较精彩的、比较有趣、比较缤纷的地方。那当然，我也是谢谢他，就是在我的生命当中，当我有很脆弱、委屈的时候，或者是打电话给他哭着抱怨，或者是哭着难过的时候，他都会就是安慰我，然后用最 man 的那种方式。他只会说不要哭啊，爸爸在啊，不管怎么样爸爸会在啊。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非常感谢，然后也一直都觉得就是很珍藏在心里面的回忆这样。帮记者朋友大家这个解开这个迷惑，很多人说Sandy 在艺能界里面那么多年的时间没有过绯闻对不对？那有啊，有一次不是有个毛毛男吗，还在什么泡温泉的地方被抓到吗？对不对？还拍了照片。请问一下，毛毛男跟这个新郎是？我要先强调一件事，我们不是去泡温泉，我就是被你这种人害死的。我们是去吃饭，我有三个 ABC 朋友来，真的懒得解释。今天是我结婚，你可不可以看长大的啦？拜托你。他们要问，他们要知道是。好，是同一个人，是同一个人，对，是同一个人，对对对，所以。那你都从头到尾都没有绯闻。对，好无聊。都没有绯闻，然后好好做好自己工作，跟爸爸在艺能界的状态是一样。Sandy，想问一下，那妈妈有哭吗？哦，有，一定也是哭啊！从第一排一路哭到就是同学那一边，全部大家都在哭，哭得蛮感动的。然后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自己反而还蛮淡定，然后大家都哭。我觉得我的个性应该就是等今天一切结束，才会开始慢慢的感受，然后慢慢的哭这样子。那妈妈有没有特别跟你说什么？刚刚都是我在说，所以还没有到他，他只有说好漂亮，好漂亮，这样子很兴奋。嗯。那因为新郎没有出来，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他吗？好啊，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那他虽然也还蛮幽默，但是他比较安静内敛。然后这就是我非常喜欢他跟我父亲完全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呢，个儿又高，长得又很真的是帅。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跟我爸爸比较不同的地方。那唯一一个相同的地方呢，就是他跟我爸一样都很爱我，但是没有人可以赢得过我爸啦。我觉得我爸跟我妈爱我的方式跟爱我的深度跟浓度其实是没有人可以比的。那今天其实很有趣的就是在交手仪式的时候呢，就是我爸就是一只手指头一只手指头交，就他没有打算要一只手放回去给人家，他就这样一只一只慢慢来，然后想说有点舍不得。可是新郎其实也是一个很有耐心，然后很愿意分享自己的人，所以他刚才台上其实哭得比我还要认真。对，我觉得很可爱。那谢谢大家的关心，那毕竟他就是一个素人啦，所以以后也不会一直把他拿出来亮相。但今天就是等一下会预备那个婚纱照给大家，所以大家都可以拿到漂亮的照片，会很清楚、很明显这样子。嗯，所以他今天没有出来受访是因为害羞吗？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啦，今天又这么大阵仗，就是等于好像第一次见到大家，然后我觉得他可能会真的蛮紧张的，所以我今天就还是先把他藏起来这样子。嗯。今年过年会是第一次在朱家过年。对。想说怎样善尽一个媳妇的责任。我觉得他们对我超好的，完全没有提到任何我需要担心的地方，所以他们只有确定说会来吃饭哈 ，OK 就这样，然后其他事情他们都会 settle 好。我觉得他们真的还就是不太会让我有这种压力，所以也不是一个那么传统的家庭，蛮开明的。我也觉得这个应该是爸爸比较放心的地方吧。嗯，那宪哥不好意思，就是。0000，现在没有，现在没有。需要知道我上次惊奇的时间吗？我想你是误会了，他们是在问我。哦，这个做人进度差啊。同学，
哦，天哪，四个好多哦，四个很多哎，我觉得就是看看吧，我也不知道，但我现在还没有想生啦，现在就是先好好的工作，然后好好的过日子，我觉得比较重要，没有那么急着要生，嗯。哎，那蜜月就是好好的放假，嗯。对，怎么什么？哎，那宪哥不好意思，就是因为今年年夜饭也是突然少了两副筷子，那你的心情如何？对，因为也快要过年了。其实女儿结婚了，然后自己有一个家庭，然后爸爸的心情当然是非常难受的，只是他没有想到我就正好住在他楼上，他在九楼，我就十楼，所以我们搭一个天梯，让我像那个消防队一样，我可以咻就下来家里吃饭，所以OK 的啦，这个徐若瑄那一首歌嘛，我不是别人的，要超越爸爸。对，因万喜利的宝贝，对不对？对，要超越爸爸更爱女人，那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看好我这两位女婿，老二也刚结婚嘛，然后老大这一位，两个都很棒，一个 Wilson， 一个王阳开。不用讲啊，我开啊。然后呢，这个都是非常好的孩子，然后在教会里面认识，啊，有这个机会成为一家人，我们就深深的祝福他们。我不会有那个啊，我的槽子会人马越来越多，所以不用烦恼这些，好吧？加油！你还有陆西派。加油，陆啊！谢谢。如果没有陆西派这个儿子的话，其实他也是很贴心。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会考虑养一条。好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上台一下，谢谢。来，中间。来中间，好，来中间，右边，中间，左边，左边，来右边看一下，来中间偏右这里，然后在中间，来右边，时间高一点，在右边，右边来，右边，中上啊，中上，左边，左边再一次，中间。左边，好，来这里啊，好，右边，右边，谁喊谁喊，左边再一次，左边再一次，来左边再一次哦，左边，好吧，好的，右边，大家够了吗？是，谢谢。不好意思要走，谢谢，不好意思，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结束了吗？结束了 OK 吗？快结束了。